梦见别人怀孕。梦见别人怀孕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梦境，它往往表示做梦人在最近的日常生活中察觉出了周边人的变化，这往往得力于自己逐渐增强的观察力，自己对身边的人也有了更细致的观察。老人梦见别人怀孕，可能预示着亲朋好友的子女要生孩子，但也可能表示自己还有什么新的愿望没有达成。男人梦见别人怀孕，可能是自己的老婆有孕，或者自己最近正在预备怀孕，也可能表明做梦者正孕育着一个新的思想，或者精神上有一个新经验或意识会产生。总的来说，梦见别人怀孕可能是自己在尝遍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，在感情路上更加迷茫，更加不知所措，所以遇事尽量从多个方面考虑问题，多把握住身边的机会。